在咱陪伴咱的心，来开始咱今日播的敬拜。关掉，咱三个来看咱这个修佛陶行家有咱的信念，把它做回来他。人啊，伊捌只是你，虾米是好？老花爱你虾米，多多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形啊！伊告诉恁会长，将咱三个吟诗来阿乐上帝，信息一百空四首，将咱起来演完唱。来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今日报你哥恁大阮来到伫台中公园这个野外所在，阮三个组织真侪人来到伫你的面前，拜你敬拜阿乐，同时我嘛来享受你所享受的这个空间的大自然。今日报是一个乌阴的天气。好长就是不得落雨，我在台湾这几个月中间发合这些水，我是真正打算经过这几个月的日子。不过你的人民随时在要到，你要对天气风落雨来轮跌这个土地，通过这些水让我得到饮食，让我得到饮食，你要对土来生长姐姐的这些菜色五角来有情观的肉体，不能通过这些领袖白白我的灵魂也得到有情，特别你有金酸馆台湾国际兴隆教会在台中这个公园，为了姐姐好朋友
甚至真济无共款的作文，伫这个礼拜日的下午，三甲伫这个公园来组织，检赛心情是真正欢喜，真正愉快。我茫茫有当通过这个机会，将救主耶稣福音来报应在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美妙的安排在我的中间。特别我伫这个空旷的所在，会当开嘴来吟诗俄罗斯的名。我一只通过圣经话，我搁一遍得到你对天而来的祝福。我嘛通过你精选真正的罗卜伊来答，特别要对红牧师带领受对天而来的信心，来助就天福分地敬啊他己的每一个人。感谢非常多，你的稳定舒服满满在我的空间。我也要带特别为着我们所站起的台湾带着困求的祈祷，为求非常多你帮助我，你也引导我，特别也舒服在我们站起这个地顶头所有的人隆重有你美好的安排，让我们能早早帮助你，让我们能挖过救主耶稣基督你的拯救福音，让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让我们可以领受你对天来的福分，满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我们大神把你这些祈祷和感谢是要在下半个礼拜恳求你的心也降临在我们的中间，特别也不通让真多人能听见救恩的福音在我们的中间。万安的感谢祈祷奉告耶稣基督名。好啊，好，我出去。谢谢谢谢，拍手呢？人家跟你改变了我一样，你也要心碎，相对有开的甜，真拍手。啊，咱这个读经文，今日记载的。对啊，后面的四章廿八章到三十章，啊，这算着无输跟那百公的迄个故事咯，啊，无输继续接的啦哈，你看个啊，无这个迄个计增赶快啦，一节接一节的哈，来，咱来看哈，来，平常随时放下伊的嘴板，日常甲人讲，看，既然我平素的书，伊拢甲我讲，这个总是基督啊，伊就出声来招呼耶稣。我们就是请圣歌队来学了，你学了时时，我要学了出。
啊，感谢圣歌队，啊，水的恩师，荣耀归给咱的上帝。最近要请阿牧师，你来分享信息，灵魂的价值。平安，平安，平安。感谢主哈，你无是把咱家较袂较热吼，啊，因可能落雨，咱所以咱刷了，然后等一下吼，准备心来感谢上帝，因为咱真需要这雨水，啊，真水大真久。啊，今仔日真欢喜吼，上帝特别稳定吼，我顶日若无来，我唔知影，林牧师讲啥。结果我算了性命在拜同款，啊，这就是保证讲，上帝知影咱这段性命在对咱足重要。啊，我嘛在拍的时候，足一摆嘛，讲讲这段性命在吼，对少年咧拍，怎啊咧拍，拍时阵咧拍，咱感受无同款，哦，拢有真大、真深的感动，啊，来真深的体会，啊，咱会当来记住。这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伫一个井边吼，啊，甲一个妇人人咧讲话吼，啊，这段记述，你圣经咧记拢真简单啦，不过迄字眼吼真简单，不过后壁作者意思，咱啊安尼啊，这体谅讲话，你会感觉体谅，是足了不起，不怪圣经讲上上帝话就是安尼。啊，我今日干呐，因为这作堂的吼，我就无拢总来用。啊，就印十啊，都有林牧师给咱拍啊。就讲迄个福建人吼，放落迄个水盘，啊，就来去走去城内讲，讲做讲啊，伊发现一个人是耶稣的比赛啊，这些人就走出来。啊，顶礼拜我唔知影林牧师有讲啥吼，伊可能印的话水嘛吼，话水的这个主题，啊，这个水。咱人咱需要这个活水的吼，啊，咱即马吼就可以搁较水了，就是，即马就活水安尼吼，活水来就酸伊落较济，啊来给咱个水果吼，来灌落个那粑粑，啊咱才有够用。啊，若无水，咱是一丝仔发达都无。所以讲，大发达个那人吼，有时啊若久无发生这个代志吼，人拢会感觉哦，难怪我老嘞。因为来当去个太空吼，来当去个多伊安尼吼，啊，有咧即卖过去吼，为台北到高雄无几点钟吼，较早还是几工，透早就到台北。啊，我会记得我细汉为台中来买台北吼，坐一车吼过凤冈，他凤冈出来，天空都乌云云吼，即种乡下个土吼，即卖足发达，足进步。啊，阮顺便。讲，咁啊，北京个十五列车吼，啊，铺伫迄个面顶安尼吼，无接触到地面吼，飞到啊，真紧，啊，几分钟，还有几分钟就到，非常紧，真了不起。不过啊，其实人讲老老啦，啊嘛无话老啦，非常地咧看。我若无雨水，我哩啊哩有法度，哎，真正有法度。我早时啊起来，我啊，目睭紧爱感谢上帝，会当穿过。你知影无？这外地外地艺术，你知影无？你若无空气哦，你说你是会当穿过啥？吼、哦，第一心会跳动，你的心脏你用机器做出来困难的，你知影唔知太外事吼？做出你的心脏，一世人我你用，啊有啊有一百岁，有一百年的机器个，做出安尼吼，啊啊你心脏你跳不停呢，啊停了你来了。惨啊！所以这个水吼是真重要。因为无雨水吼，咱只有求上帝稳定。你要看人咧种水果，我们做咧做人造的，无啥好过，无贵气啊！啊，那云也无啊，你一说我做那人造的无可能。所以咱才是哎，时时拢会晓感恩上帝。唔知发现就讲哎，亲像这古今人。耶稣来到遐，耶稣嘴巴啊来喝水，其实耶稣这是故意安排的，迄种设计好啊。伊就是本来犹太人无要行伊迄个砖头过，因为迄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你知影因种族关系啊，其实足重的。
这个病哦，真重。啊，所以伊特别惊遐过，就是要做这样代志。啊，这样来老世世代代到今日，咱拢会通去对这来学习尽力。啊，这就是圣经的话，灌无少。啊，伊里啊，耶稣甲泼水哩，你是要违背啦，要应住违背。我话你水嘛，除了话你内，我水台湾的吼，啊，有人啊，哎，啊，你犹太人，咱都无咧讲话啊。我玩这个真好，你话都对哩。耶稣知影啦吼，就来讲我吼。你若知影上个你泼水，你变到球，你话水，你变到个树洞，还话水就是继续沉下。耶稣你讲是一个无同战术的吼，是要甲伊带入去灵魂境界。我话今日讲吼，灵魂觉醒就是，这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咧讲，耶稣来到世间吼，要甲人灵魂来叫醒，因为济济人吼，拢灵魂拢困去啊，困啊怎袂见啊？啊，就足可惜。然后觉醒醒起来，哇，迄就福气啊！啊，这个部分就是福。耶稣是照着迄个水做话题来甲伊讲，啊，然后这个伊甲耶稣泼水吼，看到来好，耶稣好无你啊嘛，你叫你个感冒来嘛。耶稣是真厉害呢，啊，一个叫厉害，一进入刀来插入去啊，一就是伊疼，伊都无感冒啊。啊，伊是无人爱嘛，无嘞，一样嘛。伊讲伊有八五个点，八五个点就对比了哈。今晚我不是伊个，安尼算。就讲伊过去五个查甫人在做会过，啊，今晚在做会嘛不是伊个员工嘞。哦，啊这比伊丽莎白派都更不得几倍，不较厉害哈。伊丽莎白派人家民间老公更六百啊七百啊，哦，那些足够嘛。那伊这个人吼，这个有钱人是安尼哦。啊，是安怎？伊为中道出来请罪，就是迄个脾气吼，伫迄个中道遐拍袂到，就是我咧面拍去。伊就无法度，是安怎？伊我白个高中啊，我白上好拢莫拄着人啊，拄着人我就会去用鬼话，去用改名，去用改侮辱，用改定罪吼。伊是迄款的查某人，所以我白高中。伊个波人，上上波人，咪咪呀呀个，啊走来抢水，啊偏偏唔是，就是唔是拄着阿叔来泼水，啊，阿叔泼水又来讲话，水要好，要翻到正来好，啊你着对你个丈夫来，哇，你着进入话题吼，拍入伊个内底心内，我那有伊个话水，原来才抢水，你着听无，伊阵还袂醒，哦，迄个门还袂醒个，还唔知阿叔咧讲啥，就讲，哎，我那唔免来抢水。这个人就是安尼，这个人吼，拢有一款的，因为讲，咱拢为着肉体咧想，特别纪念我们的代志，啊，另外就困去啦，啊，这就是咱的一般的人状况，啊，另外就对了啊，做了，把咱叫醒起来，咱才会知影，咱才有希望，因为肉体都叫你过去啊，你什么时阵要甲你倒转来，你唔知影，拢唔是咱想法啊。所以灵魂要更醒，伫肉体还未结束，一定要更醒。这真要紧。我今日会下边甲咱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啊，咱先来听这个歌啦。啊，这个歌吼，几年前我开始听着，哇，即卖全世界足侪人咧唱这个。我有印迄个歌词伫咱的直播吼，啊，叫做 You Raise Me Up， 吼，就是讲，你甲我，啊，甲我请起来，甲我扶起来，吼，这个意思。那我的歌词你哪要唱啊？我会啊，唔好。Tonight I'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me, and I am still.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这是作家这个郭山勇，伊讲伊安尼做这个演讲，这个很信息啊，伊个后音的习惯，这个感觉，伊是差不多伫我整个的时阵，这样子做做，啊，他是靠他转世作者，然后来讲，反正这个地位这个人才，
真侪人拢是爱听这个歌，这个真关感动。因为啊，世间真正朋友无济啦，啊，伊个歌内底就是讲，我唱，伫你拄着危险遐高的时候，我倒咧做桥啊，你过，哇，这桥了很大回呢，哦，这就是真正的友情。并且朋友不是伫你得意的时候，那酒肉朋友。是伫你欠亏需要，啊，你真正特别需要扶持的时，啊，会当帮你做伙，啊，甚至助人一些，啊，这就是在讲水来说，在讲水来说的精神。啊，你说来到世间，就是有这个，怎样咱人活在这世间，咱真正一丝也无多。拢是安尼，扑扑来扑去啊！伫这个用要平时，伫这个啥物质，啊，欲望的中间，啊，各会也说伫特别来，啊，个年龄会高，不管哪个年龄，要叫啥年龄，啊，拄啊讲到也说用这个讲，我唔了解。我想有这些肉体的物件，底下卖迄个，咱都拢忘记啊！唔差别怎样，看袂着真理，所以耶稣底下来叫请，所以伊底下请我得了，吼、哦！人走鱼声来，人讲大声话叫伊怎变作苗好见笑呢？啊！来声来的人嘛，看到伊煞唔知嘛，哎呦，安那这个人哪样呢？啊！这过去拢安秘密要不要的人？今天咱变做安尼，吼，把大声些，大声些样子遐讲，啊，佫讲个真个呢？伊讲伊拄着一个比赛啊，哦，啊，几啊台咧担这个比赛啊，这个救世主，啊，你看到哇？啊，半信半疑，讲要来看嘛？啊，就来，啊，因拄着耶稣，拄着耶稣。这整个迄个故事就是安尼，简单讲就是安尼。啊，但我直接最后要甲咱分享就是讲，这个福音人改变。有改变，伊伫耶稣面头前，我拢安看啊，好啊，我将我的痛苦，我的一切问题去啦，袂当见人的代志，我拢将耶稣，你是救主，爱嘛承认耶稣是一个下面的主，我要改变做，伊直接改变，伊改变，伊到城内，结果上界有煞好个，人若改变，就煞好啦。因为咱现在台湾遮济人爱未信主，唔是讲惊信也有效呢，有人爱表示有诶嘛诶，冇法信呢，哦，但是要防改变，对，你要看到一个人真正伊生命改变，你会感动啦。这个福音人就是改变，啊，所以遮济人感动着，走来找耶稣。咱今日公园门口无礼拜堂无要紧，虽然来礼拜堂遮尔大。无围墙啊，甲咱限制。咱会当吸引济济人，是啊嘛。咱人爱改变，像这个有钱人，咱改变咱家己。你若往看见我，哎，你讲耶稣，你信耶稣，啊，你对耶稣了，无共款。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真正无共款。伊会感动呢。啊，那样呢？什么甲你改变？什么让你的生命改变？你本来一个垃圾污秽，无人看见啊，无人看会起啊，大家甲你喷啊，甲你拍，变做一个无共款的人。哎，面有光，哎呀，伊真开朗，啊，感觉真喜乐，真满足。人会讲，哎呦，我这叫做上头做吼。最后我刚刚讲一个故事，是真的故事啦吼。一个世界宗教会议啦吼。有一个立定的新学教和新学作伴，我邀请的这个名吼，啊伊嘛牧师，啊有两个牧师吼，啊会议的是，六分的是，伊啊啉茶吼，
伊就有边啊拄啊好是迄个西藏的达赖喇嘛，现在达赖喇嘛是哦西藏比较的第一的嘛吼，第一级的嘛吼，哎那就神啊呢吼，伊个达赖喇嘛吼，来安尼吼真尊敬来讲吼，我请教你，伊个讲尊者了吼，就是伊那个就是称呼了吼。就是讲咧，称呼耶稣主啊，迄个意思，尊者，还是称呼迄个主者，讲称呼做啥？上人吼，拉面的，拉拉喇嘛伊就改安尼吼，就来称呼。啊，其实无真正来尊敬安尼吼，因为这个书改问讲吼，我问你吼，请问你吼，什么款宗教上好？你改调整呢？伊想我打来一点讲，宗教上好，阮佛教上好，阮诶历史比恁基督教搁较久。妈、哦、的，唔是啊！打来笑笑来看，来讲一句话，我唔是恁宗教好无好啊？啥物款会当互人变好？迄就是好。啥物教会当互人变好？耶稣在讲呀，都是咧逼到人看无起，一个富人人物的，啊，人化怕化化怕化骗哦，迄个富人人来变来变，迄个真正的信用，耶稣要来要给人的信用。所以我感觉，上帝咧做代志超过咱咧想的，伊咧叫一个骨较高先来甲伊讲，毋是呢，伊叫一个。哦，西藏的迄个达赖喇嘛，把这个老师讲，你唔通看讲什么搞好，他妈跟宗教不好，宗教偌济人偌大偌迄个有钱，当然上有钱的就迄、那个主席嘛吼。但是，这拢无好，真正会当改变人的，对信仰才是好。这位兄弟姊妹，咱公益的门道会，咱呐大家拢来改变。换做一个新的人，我相信足紧，哇！一世界拢有人要来，来咱家礼拜伊就来，哇！我嘛要来，要来看，要来看嘛。所以这是我今日啊，透过安尼跟咱做一分享，啊，一个信仰上，啊，无甲伊无输会重要个，好啦哈，咁少做，这无什么太好个。咱来感动，咱参加来感动，做迄个机会。伊边阿爸非常对阮感谢你。虽然开始落雨，但是阮依然坚持伫遮，有你感到阮的心意。直接阮所听，亲像对天落雨水，润滑阮的心田，对阮的耳根，和阮的心灵，和阮今仔日这款的稳定，落伫阮的心田。我的大小的心田得到发作，得到意义，我分给你改变我的画面，我每一个人对我的改变，这些人会通看见你的救恩来得到救，我来祈祷，我到最后所祈祷的圣名，阿门。感谢老师今后的信心，我这样做给你团结信心，一百十六首是一个念亚瑟许愿诗。是一个念亚瑟许愿诗，高祖爱在我的前提，一路的花香在同乐家。天高地远，你我我，我的兄弟。
现，恳请受者来书现。请坐，这是我的报告，报告在先哈。咱来多谢咱的思琴老师、刘培林老师啊，阿爷边啊，那个是嘛是向上的青年哈，带遮来哈。啊，刘老师今嘛算因爸母我较早伫做事啊，先就熟悉。啊，以前看伊是小学生啊，啊今嘛。哦，你看你嫁人啊，老水的哈，哎，啊，所以算实在真久了哈，啊，真感谢主在台中阁相拄哈，真正是哈，你故事甲阮讲吼，唔通做歹代志哈，一世人拢有你熟悉人，对你你的亲骨皮啊哈，好，讲笑无讲笑，好来，小心报告哈，来咱后主日民主论坛王世瑞教授。要来讲台湾的种族甲组织啊，哈！下礼拜丁叔叔啊是，哎，啊是嘞，丁叔叔会哈，大家写唔对。下礼拜叔会是丁叔哈，因为今日应该是丁叔啦哈。啊，丁叔代志请假，啊，我来代替叔会。啊，第四点，顶礼拜小会哈，这是小会哈，小会讲会决定讲2015年台顶落是继续请游锡堃顶落担任哈。小会书记是陈明煌长老哈，所以电动车这是小会，不是委员会哈，歹势。所以你啊继续和你辛苦，做阮咱委员会书记哈。啊，然后顶礼拜咱委员会的会长有机关哈，张伯乐兄弟担任咱的这个杂校啊，张伯乐兄弟伫搭了，阿弟啊哈，请你徛起来，阮大家给你拍手机哈，谢谢阿姨。我今日算今年第一届拄着落雨啦吼，啊，嘛好老师较辛苦吼，啊，伫夜雨伞来讲道啦吼。我说你第二个啊，啊，我以为你第二个，啊，有拄着安尼吼，啊，嘛真特别。啊，不过咱遮台湾，莫讲即个台中公园需要水哦，全台湾需要水哦吼。啊，不过听讲吼，听岳母讲吼。三年伫龙潭遐，着江门水道遐，落雨落个足大啦吼，安尼应该是不如小补啦吼。若补一个月，至少嘛补一礼拜啦吼。啊，总算是继续求助帮衬吼，啊，咱这个水的问题，咱这个解决吼。有其他要补充报告，明天来报告一下怎个代志无？这个补充报告哈，昨拜六4月18哈，伫台北。差不多10个社团吼，共同主办协办，举办一个台湾的民间的国安会议，啊，民间的国安会议吼，啊，拢总有差不多100个，甚至较济，100到200个吼，啊，是一个真盛大吼，啊，在20个讲者吼，啊，毛真出名的学者，啊，毛以前的政务官、行政院副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啊，过来部长吼，啊。大家伫啊，吼，伫啊，参与啊，比赛是9点吼，啊，咱教会呢，啊，差不多有8人吼，差不多8人吼，啊，参加啊，这个
台北公益行动教会牧师哈，在各个牧师冇参加，啊，对这个加拿大邓爱玲等副教授嘛来参加哈，啊，足济咱啊，我所办的嘛，加济哈教会兄弟姊妹啊，拢来参加，当时足大盛会哈，对咱去参加的人，啊，刷了以后，我六点五点半刷阿弟啊，大家哈，啊，六点啊赛车电动车哈，啊，有赛车哈。啊，邓来了以后，他等下台中他八点吼，还佫去迄个菜叶客家小馆吼，大家安食些八道，大家食较足欢喜的吼。啊，等有去的吼，等有去我甲大家这个咱的教会的这个吼啊指应该的指挥吼啊团长了啊，这个叫做电动车吼啊，这个叶世兄啊叶贤吼。啊，这个欧老师、受育者啊，啊，这些也是 Apple 哈 ，Apple 哈，好，哎，阿个我安怎做背啦？哈，啊，我是刚刚在讲希望啊，这部话固定的出版一个消息哈，啊，是台湾的卫生家，会等下大家哈，啊，三个大家哈，啊，以上报告，阿个会责任哈。啊，甲五月二十六啊，这个台湾家己电台国家进会哈，啊，要去。一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宣传团哈，啊，当中已经二十五个报名哈，全台湾啊，咱教会除了我以外哈，一个姊妹兄啊，因夫妇哈，姊妹兄伫对哈，姊妹社哈，个姊妹兄有报名哈，啊，所以要去参加这个 WHO 的宣传团哈。啊，因已经办了十几年，当年拢有人去哈，啊，所以我们先稍来大家做以上的报告，啊，完成的祝福，啊，咱教会的财务，啊，咱教会嘛有奉献，咱迄个民间国安会议，咱叫咱的迄个哈社会议的会议哈，咱奉献啊5000块，可以呢，这个哈，你这个会，我好大家知影哈，好，安尼祝福大家感谢。嗯，啊，有其他要报告吗？那么跟佩音老师说，你是全台湾第二个在撑着阳伞弹琴的人，第一个是陈慈惠老师哈，啊，你第二个哈，不错啦，这特殊经验了哈，嗯，啊，还有其他要报告的吗？那个安可，你报告一下你的车啦，自己的台湾自己救，你等下要讲哈，好好好好好，对，那太好了，好，安尼最后。咱做的起立来吟上元诗，上元诗好唔？天地万头不凡，有天上家有上元之道。感谢你，知影我的欠债较需要。你搁较知影我灵魂、心灵需要的物件，愿意对天降临你的恩典，亲像雨水一般样，压伫我的大树的身边，予我得到保障，予我有活水对我内面清出来，予我的生命会当成做好的见证，来仰望上帝里的人。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到。圣神的开来，甲咱三个基地，对这事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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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啊，过来是咱民主论坛的时间。
啊，将时间到啊，志明兄啊，志明兄来小应援一下，多谢。啊，非常欢喜啊！今仔日咱的迄个张医师无在咧，啊，当然今仔日讲价，嘛就咱教会主任兄弟贾先安医师长，咱对讲实事，所以吼，免先特别介绍，啊，就直接一个掌声欢迎咱的啊。平安哈，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就我了，无花嘞。哈哈哈哈哈哈！你来讲吼，因为苏大明个家讲啦，去，哎，你平安爱来，我好啦。我要讲啥？伊讲个台美新关系啦，吼。我打行来时，我就在想啦，吼。伊啊，圣经有一句话，敢是讲太阳底下啦。没有新鲜事啊，怎么打新关系？对啊，啊，无新鲜事，要哪新？要无新的，无。哎，阿卡拉哥听阿莫叔子啊，我伫啊，点点听伊在讲吼。你啦，悔改认罪吼，有新的代志发生。我听到伊在聊。好，所以表示讲吼。这代志本来就存在，上帝创造的时候本来就存在，但是咱吼、哦，目头吼、哦、甲眼啊、目睭吼，看一个裂啦，所以拢无看到。所以每一届阿莫斯讲，每一届你认罪悔改，都重新出发，你都有新发现哦，就是安尼哦，真趣味哦，这事实是安尼。好，台美新关系敢有新的发展？阿弥陀佛的发展，阿弥陀佛叫阿摩斯的阿大讲，阿咱先来想看卖，等于讲以前的代志，因为上帝听早就安排好势啊，还是咱因为咱的需要，因为咱的人脉，因为种种咱家己的迄种啊，所以就拢砍掉了，无爱。啊，我咧讲一个趣味的代志，我哦。今礼拜我实在有来啦，我老实讲我实来啦，我洗三年，你知？我是贪玩搞的，我洗三年，洗三年找拢无停车位，搁洗洗都搁洗到顿。啊，第二次讲你最近拢无来，啊，但是搁顶个礼拜吼，我走去美国，我走去美国吼，啊，有一个人去美国吼，啊，甲这个众议员吼，见面，啊，咧甲讨论台湾的代志啦，啊，大家交换意见，啊，有新的。新的体会，所以我就直接甲大家分享。我小等他讲起大故事，啊，我要先来讲，拄啊，今年拄啊是台湾关系法的36周年，36周年。啊，因为这本册甲牧师要叫我介绍，这本就是35周年的时候，咱伫台大法律学院吼，咱就办一个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论坛。啊，这起由原因是因为。五年318的学运哦，啊，太阳花遍地开花，啊，伊就那了讲自己的台湾自己救哦，家己的台湾家己救，啊，其实迄无够完整啦吼，家己的台湾家己救，啊，佫一点就是家己的国家爱家己建立哦，家己的台湾爱家己救，啊，家己的国家爱家己建立，啊，为甚物安尼讲呢吼？所以阮甲这个论，阮甲这个会议啊。毕业以后，将这的论文收集起来，啊，编辑成册的一本册，啊，所以我去美国就是把这本册哦呈现哦，迄个国会议员啦，嘛感谢因伫35周年的先伫，伫迄个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府吼，啊，伫遐因后这35周年的论坛，啊，因伫遐出声，啊，讲要支持咱台湾，甚至有一个佛罗里达的议员讲哦，咱吼无理由吼。无理由无颁赠台湾人民独立，因家己要过因的生活，咱闹比咱美国爱想办法来甲因斗相共，甚至讲到这话，拢伫国会的这公开记录来着，啊有人讲啊，迄无效啦，迄个，会把那个政府搞，迄个无咧，迄个是又是法律，啊，迄是干那一个人的意见，哦，当然某一方面来讲是属实。
来某种面来讲，确实有这个声音造出来，公开地啊讲，啊，这拢有登录伫内底，我们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帮助台湾人民啊，因为台湾人民有家己的想法，所以咱那个倒查看。好，我即马讲倒转来，35周年，屌，今年是第36周年，台湾关系法。啊，我要来讲这個台湾关系法的，我家己的分享啊，我等于做参考。我先讲这背景，1979年，1979年1月1日，是台湾关联法的实施。台湾关联法是卡特总统啊签署的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啊，以前是美国的国内的法律，啊，是效果的，是必须美国的国会啊，美国的官员大家拢来遵守的。好，我讲伊这背景，就是因为美国建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他创建台湾关系。那么安尼讲过，大部分的人咱大家拢是安尼听，但是你敢知影？那断交表示什么意思？断交什么意思？甲中华民国断交啊，代表什么意思？啊，咱就搁个想了当然，什么叫做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讲，我是一个诶，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代表中国，美国建设个叭叭咔，讲你这个 ROC 已经。去有头前阁加一个 People's， 叫做人民的中华民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咱个翻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其实英语吼，你来看，你来直接甲翻起来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所以简单讲，就是 KMT 的 ROC 去有 People's 甲划掉。啊，你有够健康！啊，美国讲，你讲的这是健康，因为我承认 People's， 这是真正唯一的中国代表，这就是一段交的意义哦。但最近哦，最近我搁伫报纸吼，看到遐个人，一部分的人咧连消话，讲吼，啊，迄小英就要出来吼，叫伊爱遵守92共识啦吼，啊，讲迄是美国讲的啦。美国讲好，我看了报纸，看了什么气势？那叫做狐假虎威，狐假虎威啦吼。那台语边个讲？啊，老师你他标准狐假虎威，台语边个讲？老师啊，我你的心讲什么？美国讲叫伊甲小英讲。讲吼，爱遵守92共识。请问三好第几号？三号第四号。请问92共识是啥？92共识就是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哦。哎，奇怪，啊，美国就讲世界甲全世界甲一个中国叫做人民的中华民国啊！你啊，这中华民国你搁咧讲92共识？伊讲爱搁美国讲的，啊，这足奇怪。这根本就是冷笑话，所以牧师拍一句就对，三好加一好，迄就是咧骗人，迄就是咧骗人家。但若看报纸的人就看了，哦，你看美国跟你讲，美国讲啊，小英啊，你莫别来哦，哦，啊，你要遵守92共识哦，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哦，拢爱伫这个一个中国家架构底下乖乖做代志哦，美国断交就给你公平。就承认全世界干阿一个中国尔，你阁有啥好各自表述？所以阿牧师今日讲这道理，这分享我深深得到这个感动。确实爱悔改，悔改是啥？悔改承认讲咱确实就唔对，因为咱有真侪欲望，互咱家己的目睭牢牢看。台湾是也未是一个国家，这是再正常不过。现在台湾绝对，现在台湾是叫做目前的名叫做中华民国，这是一个暂时的，这一点要有这个概念，不然就要回去考那以斯帖，那犹太人去那时候说，哎，啊，这我的国啊，啊，哪里就不用出埃及啊，都不用创造，大家都不用做啊，那让你去入去体制内自己学习那技术，管理的技术，不是要把那个所在当作你的国家，这是再证明不过。
所以其实咱有送咱的林院长去做国防部内底咧，是这种的将来就是咱台湾开始建国的人才，但是不是把中华民国当作咱的国防？你呢？中华民国当作咱的国，就免谈关系法。我即摆阁继续讲，为什么台湾关系法这么重要？好，我头下讲是台湾关系法背景，一改断交，就是郭先生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已经证明一点，达到第一。台湾关系法真巧妙的将这个 ROC 中华民国贬低到成为台湾治理当局，这给你跪掉，这还给你卡手稍等一下，就给你武功切掉，贬低成为台湾治理当局，不再承认，不再承认 ROC 是一个合法的国家，伊只是讲一群人组成的官吏东局尔尔。目前台湾有这个地理东局才来管。至于这个地理东局讲，只敢来讲，我这是中国。美国用 TRA 国内法的讲否定掉，一个一棒子打下去，笑的，你在讲的，我的心情。所以咱以前在想的 ROC 伟大的国家，即摆已经。当着了，切掉已经代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已经给你切掉了。过来，佮你贬低了啦。春节 local 电影的 local 地理当中，好，来台湾关系法。过来第三点，台湾关系法各种台湾人民佮扶起来，佮台湾人讲。用立法的方式，把台湾人民讲，你这个地理当局随时可以替代，随时可以被替代掉。所以你也想咱以前的教育，迄、那个滑头，迄、那个安尼进进落来中国去偷安尼垃圾车，安尼价格是贵的，迄在咱头壳内底的。美国利用台湾关系法，1979年1月1号，由卡特总统签署国会立法。卡特总统签署的这八年，大概台湾人民从那个土粉啊来的，给你引起来，给你讲，这个地理，这个中华民国目前是在台湾的管理的地理中国，啊，并且什么人只要经过和平的方式，绝对拢会使入去地理中国来的，并且你组成的组织，我拢给你承认。这台湾关系法，所以台湾关系法开启了所谓渐冻问题的可能性。不要紧，不要紧。美国早就1979年的时候就给咱传遍遍了。咱以前是讲啊，你知影咱今仔日咱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咱的问题出在咱家己看咱家己真渺小。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民主民主民主，我要建国要建国要建国，你如果没改变这个所谓渺小的心态，我没什么，我没用，我没读书，我没什么，没什么，你如果这个观念没改变，你永远会陷入所谓拜偶像的情节里面，找一个比较高的人，找一个比较巧的，找一个比较，那就是同样陷入那个所谓封建的组织里面，你永远无法做建国。今仔咱台湾人要建国，伊是换一个号一个名叫台湾共和国、台湾人民共和国，代志就解决啦。要独立，唔是安尼啊，那是规个爱改变。所以你会当想到咱的牧师常常甲咱讲，有当时咱看的出来去比，是安怎？在控制这些老观念的人一定要消灭，别说消灭，要过去、啊、新的一代才会来，新的一代才会入去加南地。什么叫做老的观念？咱话说回来，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图腾而已，台湾共和国也是一个图腾，但不要紧，后面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用中国那套的观念就来，诶，做官的观念，因在做官，因在做官，因读教，因政治系，因博士，因啥？你若用这套放伊个所在，咱无得建国，咱建个国嘛是哩哩啦啦个国。
我想不敢换啊，拢敢换啊，换汤不换药，拢嘛敢换意思。所以1979年1月1号，台湾关系法就将咱微小的所谓的无路用的所谓看不起家己无主席的台湾人民，提升到跟所谓的政府 ROC 的政府一手赶快，什么人有趣味，透过和平的方式，透过合法的方式，会当取得有效的民意，以所组成的政府组织隆重变革，隆重改善。所以你看，伫1979年的时候，迄阵啊，我会记哩，迄阵啊，所谓的啊，美国甲台湾断，甲中啊美国断交的时候，迄阵啊，我嘛安尼感觉，哇，像今仔安尼要落雨，要死，啊，这个代志发掉啊。但是却唔知，美国若无甲中啊美国断交，咱无今仔，无今仔自由民主的台湾。迄上帝立地就是这个所在，在座咱拢教会的人。我来讲，你就会当；我来分享，你就会当了解。但是，这是上帝所做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伊若无先解决，我咱来倒转来想。今仔日美国来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中国，那么咱来想，咱的日子、咱的经济、咱的军事、咱的种种，今仔日什么情形？你的经济的奇迹，光今仔日讲困难。你那个几杠陷入迄个危险恐惧的内底，因不管是都要修台，不管是都要修台，不管是都要修台。所以其实咱的上帝所做的代志，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好，过来，台湾关系法，美国对这个敌力中国，美国采取无承认伊是一个合法的国家。但是，将伊看作是一个甲国家同款同样的政治实体，并且改讲在各种的场合、国际的场合，伊拢同款会有迄个资格会当出席，并且无因为失去外交关系就失去了迄个地位。所以安尼有什么意思？表示讲咱任何台湾人。在这个政府组织，咱若组成一个政府的组织，咱会当取得台湾的名义。咱有像小英来讲，然后咱用这做例子来讲，啊，咱明年2016，咱期望这小英主席会当代表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所谓治理中国内底做伊的总统，啊，伊所做的代志，美国讲，未因为美国暂时无承认。这个敌力中国，所以伊就失去了所谓国家的迄种实体的效用。所以美国的法律用在台湾，台湾的法律照常美国嘛承认。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让咱开启一个，把咱台湾人开一个门，已经开一个。就正如耶稣来讲，凡人路口打当当的，拢会当到我家来，我就给你得到安息，已经给你开一个门，这样会当入面。你会当个，你无过再是互人管的，你会使起来做主。啊，你所组成的组织，我嘛甲你承认，并且我阁甲你讲，你行出伫世界，你的命运未比人家差。这是咱台湾关系法写得真清楚。所以你讲有啥物新的关系，我看是新的看见，新的看见 ，new discovery。好，过来。不讲一个咱常常在烦恼的代志，其他的台湾关系法讲，任何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美国该化作是对于本身的挑战，美国无法做事。任何文攻武吓底下，啊，当然任何目前咱台湾上拄着上严重的就是对外这个所谓的中国人的这个监管，所以美国讲。任何对台湾这些有的无的代志，该当作是一种对美国的能力的挑战，对美国的这个霸权的挑战，美国无法重视。所以我体会到，台湾关系法内底吼，台湾美国吼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同盟的关系啦，同盟的关系。啊，怕了台湾等于怕了美国，
简单讲就是安尼。好，这个是咱信耶稣的人真简单。咱今仔日甲魔鬼在相谈，咱是靠啥？咱靠信心，靠耶稣的救恩，无咱靠啥？靠咱的肉体是温书的呢，因为咱有七情六欲，那是温死的呢。今仔日靠的是这种关系，所以你要知道，美国讲挑战台湾的地位挑战者呢，就是挑战美国。所以你会记得，咱在迄个台海所谓的台海危机的时阵，所谓台海危机的时阵，伊啊飞弹咧拍过来的时阵，美国二话不说派两个航空母舰去，随时就拍出来。啊，请问，啊，咱敢有去甲 petition， 咱敢有去甲申请？我是无啦，我唔知道你有去啊，去甲克林顿申请过，叫伊派两架，派一台啊，哦。最近你看这个 F 十八出一个人个，真济人讲啦吼，我伫美国时都看到这个消息，啊，有诶讲咧，迄机械派去啦吼，啊，但是我看一个迄报纸有写吼，美国诶一个迄智库啊，啊，有诶国防部讲吼，是美国国防部向中国释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息，啊，是什么的信息？啊，不要罗夏，但是释出一个正确一个。很明确的政治信息，所以接着落来，啊，敢有？啊，是咱家阿姊妹，你顶下飞过飞机，你有叫申请叫伊降落？无啊，啊，伊要降落，安尼飞，他有很多地方可以降落，啥物？安尼射遮远，啊，都要射来台啊。你唔通就是啊，伊那照讲，咱来用逻辑想，啊，来派机，伫面顶派机，看上近的是啥物所在落落来，啊，那。无去上近的落来，啊，走去上远的，搭落来，搁走落来台南。所以各位，咱爱知影吼，咱有好天有福气吼。我讲这不是放假，所以你讲台美新关系，是因为咱真的时阵，咱的目睭叫拉卡看的，因为咱的权力，因为咱的欲望，因为咱的害怕，所以咱拢唔知影上第一粒币。所以我讲台湾关系话是天佑台湾。嘿，啊，我顶间吼断交的时嘛流出目屎，我感觉那是戆人。讲到袂清，迄阵啊，佫有歼击，我会记哩，佮个底下台军啊，是啊去买飞行机哦，志明唔知有晒着，我唔知。迄机嘛袂歹。好，过来，台湾关系法讲着吼，伫个二之一、二之二讲吼，台湾关系法，台湾是美国核心利益。哎、欸，啊有人讲奇怪，我咧现来现去都无看到核心利益啊，我解释来听。因为台湾关系法的立案、哦、是关键到美国与中国、美国与日本、美国与西太平洋各国间的各种关系利益。啊，安尼台湾不是美国核心利益，啊，不是啥？啊，不是底啊，对吧？啊，因为这创这，因为这若创无好，会影响到甲其他的所有的关系，啊，这不是核心利益，啊，不是啥利益？因为这创不好就应用这個，因为这创不好应用这個，所以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再清楚不够啦，所以咱唔通阁一届家己自断手脚。美国已经透过签署的法律，把中华民国废掉了，等于国家所谓代表中国的名分先给你废掉，再过来国家的名分先给你废掉，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治理当几年。然后又给台湾人民说，你随时可以起来取代他，而且我都承认。啊，你看没？你说台美新关系，我认为这个新关系。但是今天很多人哦，很奇怪哦，咱是派他去的中华民国的地理中共那去训练而已，他现在把那个动作引导在用哦。我那天去听一个演讲，在那个伊个市民广场，我听着讲，哦，咱台湾有二十几个邦交国，我想奇怪，台湾哪来二十几个邦交国？哎，共二十几个邦交国，其中有十几个，现在中国要把它拉过去，奇怪。啊，你当时你是哪里混掉呀？啊，因为这邦交国，咱拢用几改讲，哎，你要承认我们才是代表十三亿人国、十三亿中国人的唯一中国，不怪你很多人的义务啊！因为咱2300万，怎样被代表十三亿人？
对吧？啊，你利用遐咱的纳税人的钱，咱纳税人的钱，啊，咧维持迄地图层。很不应该，莫怪咱家己会行到要害啊！逐工嘛真烦恼，你做去北京旅游，咱哦免烦恼，咱当然是当然中国是中国。所以正刚迄个郭荣生啊就讲哈，台中一台一中啊，反正咱的理想的，你话台中一中啊，台中一台一中，咱无反对你入去做官，咱无反对你入去学技术啊。你会记得摩西嘛？入去埃及做王主以后，那我就传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咱无反对啊，但是你把埃及当作以色列，你头壳有问题啦。跟你讲真的是安尼啦。你个埃及迄个所在啊，你家就是我家，那有迄个代志。所以咱一定爱改分的清楚嘛。好，台湾关系法讲了吼，你24要讲吼，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所以也就是讲，爱得到人民的同意啦，哦，人民的同意。所以真侪团体讲，啊，叫美国来，把迄中华民国换掉，我讲迄 mission impossible。有人说我来组织民兵，我来抗争，我来拼，没啥和平的方式，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有人在说啊，不然啦，两国一制，哎，不两，哎，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有可能吗？没啥，两国一制比较有可能，两国一制有可能，啊，一国两制不要，一国两制是13亿人口在说的，那不同意啊，那我告诉你，两国一制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要想哦，真侪逻辑的代志，我再讲一遍，是因为咱家的目睭叫哪样看掉了，因为咱的权力欲望，因为咱的权谋，因为咱什么样的？有人讲，哎呀，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哈、哦，所以啊，因为我们要取得他的认同，安尼我来讲，不是，你把那个。咱为着要请人信耶稣，咱嘛加迄歹人遐乌白乱通，啊，因为做不到，对啊，咱改他好，伊去创啥，咱改创啥，安尼伊就来信耶稣嘛。我问你这简单的就好啊，伊偷的物件，咱偷的物件，因为咱要得到伊的灵魂啊，咱要得到歹人的灵魂，所以偷窃咱偷窃，伊乌白母咱乌白母，因为要甲伊做朋友，因为得到伊的认同，我听你讲。这个是原则问题，今天你要建国，你要创啥？就是原则。你若无原则，你建啥国？免建啦，要建啥？对吧？事实真简单嘛。你看建国就是因为有理想人。其实咱也蛮看见咱家己啦。你若去读美国的独立史吼，美国早期的什么独立的时阵吼，啊那有一群吼，叫做永英派吼，和解派，迄种有智人啦，因拢讲不要独立。咱跟英国女王好好相处，咱继续做生意，阿拢卖错啥？所以迄个问题，同款伫咱台湾，你若要听这个生意人讲，哎、欸，我们要继续怎样？啊，这个都不要搞，因为那个伤感情。那我迄英国嘛，加民主，啊，迄个某人咧讲，迄阵啊的时阵讲，啊，咱因为迄阵美国无海军来讲哦，那个英国那个舰队。实在是超强，迄无敌舰队，咱无可能再相拍，咱无半只船是要安怎再拍？并且咱美国的东岸的港口这么多，咱哪有法度防守啦？所以咱哦是乖乖哦做英国的殖民地比较较好啦，卖食饱受用啦，有钱赚就好啦，嘛是安尼声足细啦。但是到尾啊，正义的声赢过这权谋的声，所以美国才有法度建国。啊，这是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所以咱也知影讲这共和，咱定来讲台湾共和国，共和。你就会当了解为什么上帝无爱以色列百姓，创个王出来，不要那个王。所以那没有王以前叫什么？就叫共和了。单单讲啊，那个士师啊，遐真济，一波一波弄起来，就是安尼。伊就买一个大一统迄个物件，所以讲你老这王出来，伊就要糟蹋，伊就要欺负，伊要摕你的查某囝，伊要摕你的产上好，伊要掠你上好，拢掠去做伊用。啊，
以色列百姓嘛讲卖咧，阮还是爱做王头啦，人咧外口有王，咱嘛有王咧，阮甘愿跪拜啊，阮甘愿啊，所以讲应该淘汰你假。那其实原来咱讲民主就是人民来做主，迄就是这意思。咱人民要做主，你头壳爱改变，咱头壳家己爱改变。咱爱知影，咱是外靠上帝建立台湾国，唔是外靠民进党，也唔是外靠台联党，不然无可能外靠什么国民党。咱是外靠上帝，所以这公义教会会当发光的是这所在，并且爱做如者的是这所在。属实就是只要无咱这所在，无咱要靠啥？靠多靠钱，咱都输人啊！好，本来在座有人对这武器真趣味哦。台湾关系法讲，美国要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美国爱提供啊，不是用买啊，咱讲好，伊这是 provide 哦，是提供。为什么提供？后边五纲要定，以二至五纲维持美国的能力。要维持美国，所以为什么讲咱靠耶稣、靠圣灵、靠主得胜？为什么变呢？因为上帝嘛，咱要爱回答讲哦，我的困难是要维持，就着咱来见证出来。所以呢，为什么讲咱会当对这魔鬼讲爱命令伊走，就是这個原因。啊，那见解拢输，啊就输啦，啊是要创啥？啊要创啥？不好啦，变作阿宗教拢坑人做善啦，拢总统也有无呢？咱的不是这样，咱今日不是这样才学做善事啊，咱是得到表面来快乐，从这快乐分享出来啊，咱是在做这个代志的啦。所以你台湾关系法讲就讲哦，美国会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为了维持美国的能力。啊，这好。就吃蛋啊，不过对我来讲，看是吃蛋啊，当然。啊，所以我这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议员在讲，我跟那个 Edward Lewis 在开讲，他就说你管你台湾，我们呢帮你争取了四艘那个派里级的军舰，那个是热舰哦，就是美军现役的军舰哦，结果你台湾只要买两台，他那个是便宜到一塌糊涂。结果烂就是，所以你看讲真侪时阵哦，我刚刚看到这个酒票，咱上那个黄国书记啊，我希望伊哦有发挥伊的作用，不然都爱给定掉了。我送你去不是去领那个立法委员的钱，而是叫你干事的。我们是来监督你的，你唔通给是你去做官，今日无烂就无义了。所以咱家己爱勇敢起来，不是讲哦。所以我听一个演讲嘛，讲出名，台中美桥商会的一个执行长，伊讲你当，他说我们台湾人民，你那个民主只有在选举那一天才有民主，其他就没有了。为什么？一算掉你都拢无咧插啊？民主是不关系爱插面，你不是算掉断掉就无代志啊？迄是做官的，等会做官用骗去啊，对吧？你拢无咧监督，啊，你是要怎做啊？人性是毁坏的，别再滚生球啊！所以为什么咱大礼拜直接组织嘛？牧师拢叫咱爱来嘛，爱来。有当时我无来，伊拢也打电话，召集爱来。因为我若久无来，会叫魔鬼引诱去呢。对哇，因为魔鬼是好不会塞啊，所以会甲咱拖喺边去。所以咱爱组织做伙，组织做伙，唔通有开来。迄就是这个原理嘛，对吧？好，再来，我是尊管文化协会啦，所以我讲了一个，台湾管理法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湾人民人权的重视。啊，这听起来不痛不痒，但是我问你，阿先生，对人权的重视标准是什么标准？台湾版的标准还是美国版的标准？美国版的，是美国版的人权标准。那么请问什么意思叫做美国版的人权标准？独立、自主、民主、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种。所以美国从来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所谓的台湾独立，
上济只是讲到无支持尔尔。好，请问什么叫做反对？什么叫做无支持？因为我看一个文献讲，周恩来甲季新杰咧对谈的时阵，这个周恩来就甲季新杰讲：“你要反对台湾独立啊！你要反对美国要起来反对台湾独立。”季新杰说：“我怎么可以反对呢？最多就是不支持而已。”最多就是不支持。好，上面跟着反对，上面不支持。好，起码咱举些例子，你就知道。我甲张启忠医师讲，我就只讲要来考台大医学院，你反对还是支持？你有上资格反对？我讲那有上资格反对？你要考医学院是你的意志呢，还是外代志呢？还外代志呢？支持就是讲，你有这料不？我给你支持的啊！你数学拢考鸭蛋，英文的鸭蛋，啊，打拢鸭蛋，你是要去读台大医学，是要读啊？所以我无支持你读台大医学，但我未使反对你读台大，因为你要读，你家己出钱，不是咪变高啊？我支持，但我要给你支持，我的背景，我的评估啊，你是扶得起的阿斗啊，扶不起的阿斗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咱台湾人民，你有准备好买？我足钦佩姊妹吼，我看伊行路，我就知伊这独立人格，伊行路行个，迄个是需要一种千山我就独行。我请教迄个苏炳辉上吼，我甲伊不只熟悉啦吼，啊，其实无啥要紧啦，但是我那要紧是要讲啥？我来问辉上讲，苏炳啊，我辉上辉上，啊你。到十八岁啊！你一世人拼台湾独立，啊拼到即马啦吼！啊，甚至吼、哦，家己变成五指西瓜啦吼！伊家己去练神功，伊就自宫啊，所以伊拢为着革命，所以嘛无惊啦吼，嘛无吼，安尼说确实有影有够拍拼啦吼！啊，我来问讲，你拼到即马来啊吼？啊，台湾独立是要安怎做啊？伊讲哎，唔简单，你着思想独立，生活独立。种种拢独立，有一天不知不觉当中，台湾就独立。哇！亚邦出来咧讲的话呢，这亚邦出来咧讲，啊，这是要怎解释啊？啊，就是安尼，各项独立，我啊独立，意思就是我不属的。那我的解释是，我不属的，靠住德性叫做独立。你卖自家拢是咩？我别人，那么靠别人，那么靠别人。最近我看一个团队讲，叫美国来台湾徛卫兵，啊在创啥创啥创啥，啊叫美国在啊在讨论一个组织啦，哦，啊要创啥要创啥，要笑死人，想要叫来美国来徛卫，美国兵来死不掉，美国兵来拢就是实业派，他伊拢无北部的，伊拢机器人哦，伊拢无会无目屎，啊叫伊来徛卫兵，啊咱家己在遮吃香喝辣呢，大刚食安可笑死，笑死。不会代志，所以独立就是要负责任。所以美国讲，我无法度反对，但我无支持。目前就是讲啊，无支持你啊。那一定独立是台湾，所以咱台湾人民是不是有形成独立的人格？这咱公益教会讲，今仔个继续努力，上帝尊重咱这公益教会伫这所在，就是要培养这啊。无你要行公益，你无独立人格，你是要怎行公益啊？你是行去死鬼活大病的。对吧？那熟悉起来那样，所以林牧师任重道远的在这所在，熟悉的写那样，咱在做就这趟过年，无咱能够做啥？好，所以其实我甲这个问题，用这个台湾关系网，咱就会当看了。其实咱台湾的问题，今日出在100%，出在烂安怎？咱要真济所在，要为真济，要为认罪。要是无聊了，简单讲啦，牧师的口气就是要袂认完，因又还有真侪保留的啦。我都啊，搁有我处理的代志，我即摆暂时卖提出来公开啦。咱啊，甲全世界的人讲，咱台湾人民要袂建国。目前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个中国的殖民政权的这个所在，咱无讨厌中国人，咱无讨厌中国人。但是咱家己还未形成家己的国家，你勇敢讲，别人拢会当了解，因为这有一个过渡时期。我听真侪人讲，阮家都要有一个迄公妈伫遐啦吼，
欸，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咱袂讲啊，你无勇气，你是输啦哈，迄无啥，你拢甲蛋掉，拢免管你。咱袂安尼，咱会当了解。所以我即个去美国的时候，我甲迄个议员讲，咱台湾人，阮台湾人民要为建国。中华民国无代表台湾，伊讲伊知影，并且伊咧想办法甲咱斗相共。我亲耳听到，因为为甚物我讲到这個，我就提迄个纽西兰吼，纽西兰最近要应该是明年吧，纽西兰讲明年要公投要换国旗啦，因为因的国旗有迄大英帝国迄个象征的啊，所以纽西兰人民讲无介意的啦吼，讲要来公投，我就来讲这条。我讲咱台湾这个情形，伊讲知影，台湾人要未见过伊知影，但咱今仔真侪人，咱上真侪人。入去到台北，伊突然变心啊！你知唔知？伊在讲国五四三，你要有诶无？有诶无？有诶无？原来问题出伫遮，所以我相信遮诶人拢惊惊吓诶人拢爱新诶一代会起来，即届三一八血印遮诶新诶一代，心中无惊吓诶人就会走出来，心中无惊吓诶人较有法度入去到迄个。身体就是叫做上帝所赏赐的所在，事实是安尼啊。啊，这心中惊吓，因为受到以前的影响的遐心中惊吓吓，拢总伫碰了。所以你若无学到倒来，今日咱要建国，咱要做啥？咱要做啥？美国是要安怎干斗啥共？咱爱徛伫美国人民这边，咱爱徛伫这主流的价值观这边。你唔当对迄中国迄封建的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迄套，底下有诶无诶，有诶无诶，迄独裁思维。今仔我甲阮爸讲，阮爸咧甲讲吼，咱爱有独立的思想。我讲对啊，你见解拢讲我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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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囝、阮孙、我诶事业、我诶啥，你这我囥得到咧，你变啊放会起啊？咱若照先讲跟先经讲，倒一个是咱的，倒一个是咱的，咱是过路人的。迄个咱的囝，甲十八岁以后，伊就爱甲二十岁以后独立，迄上帝囝嘞，迄个咱的囝。但是咱也袂记嘞，咱这套是要根深蒂固嘞，这套要加深嘞。所以咱不被绑嘞，我们什么时候要放弃啊？咱嘛无啊，咱不被绑的啊。那你被放掉，你怎么有新的东西出来？很简单嘛，所以你那个1987年的时候呢，1987年的时候，美国的涉外关系法典里面有一句话，伊讲吼，台湾人吼已经满足吼所谓我府国家的定义，国家的定义已经满足了，咱台湾，但是呢？但是这个地理局局政府当时啊，从来唔爱可能唔爱主张家己要成就一个国家，反而只是主张我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要未独立出来，国家的 statehood 这个形式还没有形成。哦，所以美国1987年伊就写底啊涉外法典。来这个公开讲清楚，国不宜编制。以前咱党，咱能讲，哎，我中华民国，我咱的中华民国是啥中华民国？啊，请问咱的政府当时跟咱讲，这个中华民国跟那个中华民国是不一样的中华民国，有八共国。我讲他们20几个邦交国，咱当时20几个邦交国，你都乌白不会嘛？所以牧师就想了解，你要来信耶稣可以，你要悔改认罪领洗礼，啊，你干那要吃圣餐？外面领洗礼，大人拢管，你这边来使。你有一个有一个偏心啊，对吧？啊，你讲咧牧师的水，甲你滴几滴啊，咧就有效果啦。哎，不是迄意思，哎，不是迄意思。你要伫众人的面前讲，我要做者，对吧？你这爱做，啊，这样不是啊。啊，我都逐礼拜拢来公益教会，啊，逐个伫啊，伫啊领圣餐，我嘛对起来，我嘛加减，啊，就反正。而且你怎么行得通嘛、啊？你有讲得啦，今日恁就是最佳，拢出这个问题，拢出这个问题嘛。因为你不该当作机会，要当作简单的这个炮啊，把台湾关系话好，简单的上帝当作一个
因为咱是多神教，你知道，咱这个多神崇拜，所以咱是其中一个上帝，不过是其中一个神在咧拜的，所以加减创一个就分一个，当中无真心的，安尼要哪效果？要哪效果？对吧？所以咱今日我要建国，又是去换一个国号名，那是上后边迄个堂会，可能要紧的，是咱到咱的内心开始来建立。这个台湾国的意识，咱也无家己的文化，咱有什么是咱的文化？咱有台湾的节日，有啊。啊，即摆咱好不容易上林佳龙去哩，马四也要中正路、中山路、什么湖北路、什么什么路，诶，这会使改无？会改是无？有人甲着？无啊。对吧？啊，这跟建国有什么关系？胡志强就把中正路改做台湾大道啊！你们一个比安他变，咱的嘉龙对吧？咱的嘉龙兄，人咧从中正路安尼是，啊，咱的嘉龙兄要改啥？我希望伊会去改，伊才有听到，对吧？迄种会做是无？因为你无把这些物件先啊，啊，咱信主的信主，啊，搁要采遐有诶无诶字啊，遐宗主的遐封建的中国遐，你要搁采字啊？咱以前都分唔到诶，所以咱即摆写头灯啊，你要搁采迄，啊，你要安信主啊？简单嘛，简单嘛，信主唔是来参加教会的，嘛分唔到呢。所以其实台美新关系确实有新的关系，因为太阳花以后，咱新的一代的台湾人，无惊遐遐的台湾人已经出来，他们心中就只有台湾。他们的心中就是我就是台湾，我就是台湾。所以咱即个目前值得高兴的是有65%的人已经是讲我是台湾人，这是 good news。但是嘛，要30%要搁离啊，哦，啊，有的是讲我是中国人，有的是我是 mediocre 哦，我是哪里都没问题，我是好野人，我是有钱人，我是中国人，你叫我要啊，大家起来要35%。所以咱爱搁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是靠人济，不是靠啥，是靠咱台湾人的骨气，靠咱的信心。啊，迄、那个骨气，迄、那个精神，跟咱的信心是划等号。咱的金牌，你这说的，我的名因没有知识而灭亡。先跟大家讲清楚，哎，这说的，1979年1月1日，台湾关系法，台湾讲台湾人民可以走的方向。你都没烦恼外口的代志啦，我拢甲你过遍遍啦。中华民国我嘛已经该拢该读了差不多啦。你即马就好好把台湾建设起来，形成一个 statehood， 有一个安尼甲你安尼，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这是阮台湾，你这形成，你台湾国就自然形成。我利用几天，我几天来过好，所以咱即马读了。遐爱拼，台北爱拼，伊人台中真侪爱拼，迄奇奇怪怪的，什么秋海棠的，什么遐的路，遐真侪在盖啊。中山公园会盖是无？那袂盖是？中正会盖，对哦。我前几工写批落迄个，写批落迄个，讲迄个，那个教育局啦，迄铜像要来处理，啊，到即摆未回啊，已经有3个礼拜了，还没个回。蒋介石铜像。啊，要搁放伫个学校内底。啊，因为内政部哦，在治理当前，内政部都已经公文落来，交给各地的校长自己处理啊。已经，还搁伫遐咧吵，还搁咧不，我敢站在咱的铁牌社会那个南南的，主席咯。一个，咱卖讲以后个歹，因为在引起辩论，咱知影伊正歹，但是就算一部分人讲以后。你这拢是偶像崇拜嘛？你在创啥？啊，咱说一个，就是爱处理这代志，就是儒家了。所以今仔日吼，接着这一点时间，啊，大家讲啊，我说真慢。美国这个议员是100%真爱咱台湾，伊嘛希望咱台湾愈来愈繁荣。啊，讲到这个，我讲到顺带提到一个 TPP 的问题。我说哎，啊这 TPP 哦，咱是不是要加入 TPP 啦？啊，卖处理迄猪肉问题啦。伊讲伊本来想法嘛是安尼啦吼，
猪肉的问题，伊有讲到什么瘦肉精啦、啊、吼，那有讲什么猪肝啦，都拢歹食物件，要等来台湾啦、啊、吼。其实这个都是很荒谬的。咱讲猪肝歹食物件，请问你甲定义什么叫做猪肝啊？猪肝拢，你就是猪肝加白毛尔。真侪台湾人伫遐，顶顶个咱个创教授顶个伫遐嘛是美国人啊，对吧？啊，因有食猪内脏无？因有食个无？有韩国人无？有墨西哥不食无？啊，伊拢美国人嘞。伊若无啦，无是讲美国歹食拢蛋蛋来。那奇怪的名分，所以我今日讲的是，我讲哦，是不是这 TPP 哦，这猪肉的代志先更是比啦哦，先和咱台湾先加入这 TPP。你讲诶，伊喜欢嘛，想咱，但是美国商业部无采取这种看法。他说，恁台湾，逐天都高雄港、都基隆港、都大同港输出所有工业产品销来美国。阮敢会使甲你讲哦，因为安尼，所以阮就甲你落一个行政命令，未使进口。那那是叫做 不对等的双边贸易。哎，说你可以不要吃啊，但是你不能说，哎，我不可以进口。哎，你这个很奇怪的啊。啊，用一种明确讲什么有的无的，哎，你看这个不合理嘛。哎，我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对吧？你会怎么吃啊？啊，讲个较熟悉的，那瘦肉精哦，什么所在上严重？台湾上严重啊。啊，那更加严重是中国愈严重啊。所以其实很多都是那些人，我们选出去的人，那些人在那边用政治议题操作。所以今天台湾的问题就是出到这的人在那里每天在那里闹，跟以前同样，耶稣来的时候同样，那些法利赛人每天在那里闹了，他一排到准一排到准，到耶稣来的时候，我舍己，我降下来，我靠他比下来，跟这些百姓站在一起，耶稣说的道理是什么？他回应就是什么？所以给了家长高高在上急杠提出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没有人家做路材对一件，所以咱家己，阮利用这个机会去美国的时候，并无一开家的钱，政府无补助，家己钱坐经济舱也歹势哦，去较厉害。来，实际上，阮就体会到，美国看待咱台湾人民，就亲像因看待因的人同款，没有那个差别，没有那个差别。所以咱家己。爱家己的台湾，爱家己去，家己的国家爱家己建。啊，咱做下来努力。啊，若需要这本册，阮只要编辑的这本册，啊，甲姊妹讲者吼，姊妹讲者。啊，咱大家做下来拍拼，咱坚持，我靠上帝，赢过一切。感谢，谢谢。就徛咧吼，那警察照管咧吼，后边嘛，游玩啊，环境上开放啊，三位针对，主要针对今日，不过吼。有事啊？哎，无电脑。讲遐济场啊咧吼，一场吼，真精彩。啊好，啊你莫讲，咱是小小吼，一群人吃听啊。你嘛乐，你嘛容易啊，按钱嘛容易啊。透过这嘛，也是一上网络。好啊。啊，继续努力。好啦，来，开放咱三个啊，上过来，然后先保定，因为这议题吼，真重要。你看到最后实在吼，补充。好了，好了，阿哥来，准备不来了，刚刚对着镜头啊，一关键是哈，一三分钟的这个问题啊，做公了再讲解回答完了。公叔，你拄只讲一个问题，我感觉真趣味吼，就是这个天津湖南湖畔哦，这地方人去待用哦，可能感觉真凄惨。啊，所以我联想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即摆咱湖中哦，华人的世界咧追求讲。历史上敢若根本就无金条、元条这两个朝代啦，哦，啊，我阁继续，安尼阁联想下来讲，那如果是安尼吼，咱是毋是咱照咱的传统，咱来照目前的法律讲，伫国民政府来台湾进前，咱看迄人有啥物事当中，都有啥物事当中的国号，哦，交合就是交合，大政就大政，啊，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你也是民国三十八年就开始用民国。是不是吼？咱得当来做啊，对吧？谢谢。我讨个问题，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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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刚刚那一三分钟呢，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多久比较对？后边问题，后边讲就好。大家好啊！我是感觉咱咱有去迄个台北开迄个民间的读书啊，但是我也感觉咱的各地教授哦，因的，唔知是因较早讲迄个。
国民党太老大了，所以因的思维吼，我感觉因的思维拢还佫认为讲中华民国啦吼。啊，因我有甲讲讲中华民国都已经流亡政党吼，伊这是治理当局吼。我感觉因是较怎讲，还是认为。我讲，咱若讲用迄个继承的方式哦，讲啊，讲我若挑起阮囝要继承我的，比如阮囝，比如讲啊，爸爸你的财产我要继承，啊，但是你的债务我来继承，哦，啊，所以若讲继续用中华民国这个迄落底吼，我就是迄落啦，吼，啊我讲较重要，我个人看是讲是教育方面吼，教育什么教育保庇，比如还是讲开。教育方面，跟教材方面啊，吼，囡仔较了解，因为咱教材拢大家拢，因为拢在闹，在我哩干嘛？我这第二问题啊，我补充者，尤其咱国个人感觉，咱政治当中见过真济用处吼，莫像较早迄种啊，中国党，属于我讲是吼。那这样讲要讲进动，然后民进动、民用的民主进步动、干枪啊，就民进动，还有国民动、中国国民动专名，所以干枪中国动，我去捉掉，包括台湾团结联联，我们台联动，啊，真的哦，这中国国民动又来中国看起来，这含几何几？你嘛讲了讲到，啊，所以这，那先好，咱就先完，过一阵子再讲。对我这，你不要捉清，家家搞不清楚。因为有个校长讲讲唔知道，反正一出血腥哦，都是国民党统治。然后，依然叫中国来，中国动，跟我请教。来，牧师，来想问一个人，那边比较好理哈。谢谢。请红土说明一下，最近听到消息，可能最近看到可能消息真久啊，就是跟闽南人市边跟那个人鸟居徛起来，第二天呢，我是黄明。啊，在这里的感觉讲，你变傻，你反应，你是中华民国市长，啊，你来咱讲啊，分析一本书，一本那个精神啊，你啊，啊，这个部分，那请你加来回应一下，啊，不谢。我基本上想来咱个这个，最头前三个问题回答，啊，想不要叫咱我蔡平来做一个案例。那么像哦，以前我只是一个小小老百姓的哦，赶快的哦。但是就我的观点哦，从开始来讲，你要把这些物件改过，拢可以和平的方式哦。像咱即卖大部分人拢讲西元哦，就二零几年，咱要讲民国，而且这你又讲未起啊？全世界国家啊，你大家要出这個，对吧？啊，选这立委去啊，现在的套餐我就看拢无啊，对吧？这爱做的通过啊。啊，刚才讲要跟世界接轨啊！你活在过去，不要跟世界接轨啊，对吧？所以你乱讲啊，其实有人讲啊，咱台湾生意力即摆真低啊。我大概来这公益单位来讲，我看见足侪人哦，这少年呢，这外国人拢伫遮。对这外国人，咱就用外国人条例，所以因就袂使留伫遮，袂使伫遮生囝，袂使创啥，拢爱转去。啊，对那边的就叫做两岸条例，那都开个偏门嘛，对不？伊来十年，他也在入籍，接着八年、两年、四年，就这种一直改。啊，这里我委员啊，都唔知创啥。我当然也许心有余力不足啦，啊，没关系，大家如来爱关心这边的。那你生意你家拢登用啊，家来伫台湾留落来，伫家生团，那就是咱新的台湾人啊，有啥办？有啥吧？真好啊！那你拢买生米生引做老生啊？有啥吧？啊！你无生意，无新的人口数据，你国力是变哪处理？哎，这个是很好的想法哦。当然我了解了哈。啊，过来，讲到迄、那个黄区嘛哈，黄区，那边讲有钱人咩？啊，咱就卖叮当，所以咱就卖做代志啊。你就卖做啊，迄就变作修行啊。我都无杀生啊，我家啉水，迄内底偌济细菌的，你还无杀生，对吧？这个真简单的代志嘛。所以林家良要赢过这，除了咱来成为以后，咱来传伊信主，我靠上帝，伊让咱当权壮大。啊，无伊不管是一堆声的了，垃圾声的魔鬼声，对吧？嘛没讲啊这啊。还原事实，你看到这以前的日本的还原事实的那种啊，
外籍科批好了，问伊讲，哎、欸，那个，哎、欸，中国的留学生跟台，哎、欸，美国的留学生，哎、欸，中国的留学生来台湾，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说美国留学生来台湾如何处理，中国留学生就如何处理？哦，爱豆，爱豆改革去啊！啊，你还原事实，这所在以前就是安尼，以前就是，啊，无你创遐高档就要创啥？叫讲迄高档甲古董跟破铜烂铁差距在哪里？你那唔捌的就叫做破铜烂铁，捌的就叫古董，对吧？啊，那个历史的痕迹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还是爱找一些出路的。我看迄时阵要紧，哎呀，个只问题是啥？迄个是迄个闽南地区，大就讲了这个啥，叫做活动相关的吼。教育啊！啊，教育啊！赶快哈！我们希望咱公民教育也是莫输下你出竞争领域啊！我道理重要哈，对吧？上一个教育委员会这代志就解决了，对吧？啊，书记啊，你把日记你看，日记我微调了哈，把日记改做，把日志改做日记了，那就差几一年啊，改几一年了。哎，我没有改很多哦，哦，我只要改一个字哦，日志把它要把它变成日记。啊，就安尼尔，啊，日记的切记嘛，啊，对不对？啊，对吧？所以，是不是哦？所以，其实真个代志啊，咱饮食习惯发展过了，我们也要付出行动，所以要把人送进体制内底，改变体制啊，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嘛，哦，啊，艺人咱的环境就是安尼，咱就尽量用这个方向，用这个方向来努力，吼，啊，希望这目前送进来底遐的人，吼，爱主观。今仔咱上一入去内底，是为着咱台湾人民要建国，伊是为着伊的子子孙孙，又是老爸做了，换子子做了，换孙孙做了，换媳妇无一套啊！迄都是袂使一个，迄不是民主啊！都拢伊在做到啊！安尼，就甲顶家封建的迄皇帝做了，安尼就是一世。哦，你讲前边。对啊。迄个感官艺术啊，感官艺术嘛，咱都咱家己做起啊，都咱家己做起啊。咱心中那迄个无我放得开，因为大卫不足以自取啦。你莫用迄干巧方式伫遐创造遐有上帝高举人，啊！你若用遐利利落落啦，你安怎起嚟就安怎落来，安怎起嚟就安怎落来啦。所以放得轻松，我感觉遮个政治人物大家互相鼓励啦。啊，即马下当你讲要形成一个迄个祷告迄个议会嘛吼，其实那个就对啊。愈济愈捌上帝，人捌妖花，就是地狱的开端。哦，感谢各位。好，非常感谢啊！咱个今仔精彩这个演啦，最后我错定了吼，咱们今仔有点。我这边哈，请咱出来的兄弟哈，George哈，先来听这个演讲哈，我讲注意听。啊，我们很欢喜哈，超过我对于过去的了解，好，啊，表示伊有用心，哈，有用心，你读这台湾管理法，所以今日用哈足侪时间，你讲台湾管理法的内容，啊，甲对台湾的关系哈，啊，这我拢有同意，哈，我拢有同意，你本册哈。啊，实际上顶礼拜你无来吼，我姊妹遐我已经摕迄个做上面来，迄个叶伯祥哈，啊叶伯祥，阮请伊来哈，啊伊帮我推荐这本册哈，啊我当伊帮我买哈，啊真侪人买哈，啊说一点我想嘛，甲你肯定迄台湾人权文化协会所做的哈，啊甲你肯定，啊其他即我干呐做几样补充啦哈，第一。台湾管理法在1979年哈，已正式由卡特总统签署了以后，不是正月七日啦，应该是四月七哈。伊一月七，1979年一月七是美国甲中国正式建交，啊建交了以后，美国国会哈啊众议院啊参议院经过差不多将近哈三个月就将迄个哈送去给卡特总统讲签一签。啊，因为法律吼，一定是美国总统签才会当有效安尼讲。啊，其中一项吼，就是讲美国买武器，防御性的武器，台湾
来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较稳定。伊认为讲这是甲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的安全有关系。所以美国甲即卖一直我拢卖只防御性武器，但是吼，也是愈卖愈甲即卖吼，愈卖愈歹卖人啊啦。啊，愈卖人的物件吼，那是讲嘛不是啊，不是那是讲的啦。对于我对军不是上好的武器，可能啦，咱要爱上好的武器，即卖是怎样卖卖人啊？因为中国会反对，所以美国都忍气啊。所以因为安尼，咱台湾即马家己伫研发，家己伫研发制造啊，即个咱爱武器，像讲即飞弹，像即个无人机，即个船，甚至潜舰，咱即马准备应该是三五年内底咱应该第一代来当出啦，因为美国都买别人啦。所以这点我要甲大家讲的是讲，1979年美国通过。管理法有效了以后，事实上，美国伊认为讲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体政权，虽然伊无用政府叫做 authority， 这个就是讲这是地理的当局，不是 government 是政府，因为美国国家中华民国的切断起来就无起来，所以美国对1979年以来。人民台湾是一个实际上主权独立的一个政一个哈啊、政治的实体啦哈、政治的实体，所以伊一直无同政府一直种台湾当局啊，要确保台湾人民的民主自由甲福祉哈啊，所以这是美国对台湾人民的一款承诺啦哈。啊，伊即马做会到，做袂到，我相信伊会继续安尼来，因为这甲美国国家利益有关系，所以美国倒是讲，嘛，对咱即马全世界内底对台湾人民算是平摆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又是美国国会，这是正我的补充哈。第二就是讲美国爱咱台湾保持现状啦。维持现状啊！即嘛蔡小英嘛讲，民进党伊呐做总统伊也甲要维持现状啊！上面是现状，什么是现状啊？那是讲我就希望我问一个机会，要问蔡英文，我哪边？你说要维持现状啊？现状维持现状，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中各表的现状啊？啊，国民党遐个甲中国签的遐物件，你话要继续盖瓜承受？那安尼我一定反对啊！我相信咱爸咪反对啊！一中各表，那是讲一个中国你敢会接受？我想台湾人吼未接受啦，所以美国讲维持现状，那是讲我过去伫美国嘛，甲美国足济，美国诶国会议员甲美国诶政府官员，伊讲安尼啦吼，美国政府吼。到即嘛啦吼，我先伊是认为讲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伊认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国。就是因无认为讲美国政府无认为讲中国讲一个中国就是包括台湾，美国政府讲 no， 美国政府到即嘛认为讲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有合法的一个。政府的代表中国，但是不代表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人民讲台湾的将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所以在台湾管理法 TRA 内底嘛，讲台湾爱的未来和平解决。什么是和平？当然不是从武力的嘛，不是文攻武赫的嘛，一定是爱。透过台湾人民在自由意志之下来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和比如台湾的未来和平解决，袂使做武力。所以这点我嘛甲大家分享啦，今日就是工作之外哈，拢会当突破，拢会当等下之下，我提供给你做思考啦，
台湾即马是事实上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名咱袂，名叫中华民国。那是讲我即马来去换伊中国，伊咧讲叫我签迄个宣誓吼，伊拢从中华民国来改掉叫做台湾。法官阿遐说，比我嘛笑一笑，伊嘛唔敢讲，伊袂当甲阿人讲。咱台湾的现状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迄边要来甲咱文革，要来填，伊是要改变现状。所以咱来讲，按台湾你要独立吼，等到陷入去中国的迄个借口。我你就是台湾，就是我的台湾你要独立，所以我要甲你提。但是即摆咱台湾人来讲，台湾已经独立，这是现状。我嘛甲美国人讲，台湾的现状就是一边一国啊。啊，边啊，迄个主任是。你讲做啊，二零零四年，你讲台湾中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好，你讲对起来。但是我去啊，美国国务院的朋友讲，我你讲一边一国，就是现状啦，就是台湾甲中国事实上是两个无同款的政策，噶不是？台湾观念，我嘛引用美国观念话啦，台湾。台湾关系和台湾的当局、台湾的人民，甲中国是无共款的啊！伊迄第咧第二条、第三条，我们咧讲，美国虽然甲台湾切断关系，甲中华民国切断关系，就是美国甲国际上签的国际条约，也是国际法律，拢适用的台湾 authority， 这就是台湾一个属性嘛，美国。伫联合国签的条约，美国甲即个世界各国签的海洋公约、航空公约，即个公约拢适用于台湾啦。台湾是一个属性的一个，我讲 GRA 嘛是承认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嘛同意啊。所以咱即摆讲台湾是实质上是主权独立国家，咱安尼。阿嘛弟弟讲，向台湾唔是干对美国甲中国，甲因讲管台湾即个事实对。阿嘛对咱台湾，咱台湾已经独立啦。总是咱也未有家己的宪法、国名啊，所以咱即摆讲什么正正名制宪啦，啊那制宪来到底就是，即国旗、国歌，即个拢名拢改啊嘛。咱即摆是实质上的独立，但是法律上的咱也未正式一个迄个安尼名。好，啊即国名呢，你讲纽西兰，你们要改国旗啊？你讲啊，迄是英国的英国殖民地国旗，所以纽西兰也毋是独立国家。纽西兰早就独立国家，同款咱台湾嘛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国旗、国歌、宪法是咱无，国名无尔啦，但是这会使改。所以我是要甲大家分享，我一直甲即卖人民讲，台湾事实上是独立国，但是还未加入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因为无家己宪法，无家己国名，是要改啊，要降低这个。是法律上的独立的这个国家安尼啦，啊你唔好讲即，大家讲啊即嘛拢也未独立也未建国，当然嘛，我唔是讲安尼唔对，安尼是颠倒限制于中国的限制，啊嘛限制于国际上，啊你都也未独立，所以讲中国那边提起啊，啊咱家己要自发变发达，我是袂安尼讲，好，啊我嘛过一遍哈，啊，即个就是伊真正，我是讲你啦。啊，我你个少年十岁哈，你也在选立法委员。我过两年，我过两年。今摆就让他上台。我想啊，有些所在，他那里讲了，即保持现状哦。咱一人在做几多多哦，咱安尼讲，咱要不要信注意前，但信注意啊，保持现状。什么叫做保持现状？你打算有辛苦无？你要不要信注意前，你拜拜，你有辛苦无？你有辛苦，你有加班无？你有加班。啊！你有放晒，你有放晒。啊，先注意啊！你有照常做这工作，如何保持现状？迄道理是爱到由内往外，这物件是爱到家开始，不是外口创造物件来讲的。一直是拢同款意思。保持现状，保持现状就没有往前走吗？那人陷入为中国迄文字的框架，迄种的思考。保持现状也是一种往前走的方式啊，因为大家拢往前行嘛，是保持现状啊。所以那个开创的空间哦，那个创意是无限大哦。其实我在这个上面，我认为那个都是小事情哦。重点就是咱家的人，大家到商场，和遐的
立法委员遐个人有迄个足够后盾，和咱个林佳龙有迄个足够后盾哦，有迄个勇气甲决心啊！我听从民意啊，民意的意思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该换就换。感谢各位，谢谢。主线状就是弄五人怎样？啊，讲得太多哈！你要讲就比较无声，爱给咱录起吼。我观察一项多一撮正经，有一项就是不管啊，比较表面上较重要好，其实嘛就严重好。啊，起码所谓的吼，中国国民那种传统啊，或者国军，啊，即个将军啊，变得较中国样吼，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你国外还啊，手机上。真侪所谓的，你阿咱台湾红罗在军人，包括将军真侪，或者匪谍。对对对。哎，从这武器中啊，机密啦，你可能两国较厉害，真侪拢是美国提供信息，啊，包括我常常甲这所谓退伍将军，包括上将将军是真侪，拢总是中国拍我饮红酒，啊，我拢我直接我嘛拢历史上敢错敢骂，讲咱当初拢自清高做。你是吼蒋中正哦，蒋经国的信徒，我恁家哦，那今晚东初老校长哦，老校长啊，反共必胜，建国必成，恁家专攻咱家通信部解除，哎呦，唔想我教出卖，所以这我讲吼，迄个武器你讲话，我就即嘛一个因素正对啦，啊，天天好耐心，你去回想当初买块稻香啊，你讲话就会带回来台湾了，我想想吼，随时人家飞机啊，不要个人走。啊，变阿顶人真放心，啊，这骂真济啊吼，因为骂个做上，伊就烦恼啊，所以讲每天面就真烦恼呢。不，不错，不错，来，麻烦你啊。咱卖讲讲啊，我们不讲啊。好，来，咱来记得做多感谢你，我们三大分享点心，通过今仔日，我们做做新年大奖。啊，地球的景观，感谢你们同在，啊，我们未来做标签，我们祝福我们做了身体健康，年年永驻，跟住感谢你们这两个县民啊，啊，欢迎，好了，请等等来，好不好？好，一定没人了啊，明白了，好，永驻，那来，好，好人啊，那边的，我喊明天消费品，可以参与。这是教育哦，啊，咱这个民传哦，这个民心集团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但起码大家好像好像没什么大哦，有声足大声，但是这些人大家提起了放下，有做防灾。好，咱们在这个政体哦，在台北在采访在台湾，因为这一点拢是重要的一块，相当。这么好，不管去哪里了，有些项目要去，刚变来放灾，说爱心关怀。咱家里的物件是咱负担，是咱的困难，都是没房产。啊，我就刚好在这个医生来讲吼，啊，伊外面时阵吼，咱的医生来讲吼，就也是正常无了福气。这个时代刚变到这样样，都是没房产。这边咱有计算，但是咱没房产。那你们这个做一起做房产的概念，为什么要来我这边？因为外面。